曾经年少无所畏惧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，长大了很多事放开了，当时那么执着，而今得到的又是什么呢？一颗平常心，留给生活，留给身边的亲人和爱人，愿我们都得到温柔对待。是否要历尽千帆冷暖，才能把事事看得云淡风轻？是否要饱受伤痛直觉，才可以假装岁月安好？如果我可以忘记我自己，可以放弃所有的理想和追求，在某个精神领域获得一份安定，埋没，无所寄托，平淡如水，我可以心如死灰，不再问世间事。但是我做不到，我有颗火热的心，我所遇到的世界一尘一幕皆是缘，力不从心，还是踌躇满志，前面的路依然要走。岁月美好，再见时光，愿你归来仍是少年，与大家共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